季佳慧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够勇敢，我们才会变成这样。面对爱情，原本我只是想要牵个手，却不小心得到了拥抱。然后渐渐的，贪心的想要一个依靠，最后还想要一个稳定的未来。一直到分手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其实原本的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牵着手。爱情可以很简单，是我想得太复杂了。你跟我说过，只要坚持到底就能实现心愿，所以这一次我决定，我不要管结果会是怎么样，只有试过了才不会后悔。马上打给我好吗？季佳慧，你可以等等我吗？我有话一定要当面跟你说。季佳慧，你可不可以先不要离开？想说。